教练，人有三急。集合一下。小慈也介绍的差不多了，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。杜凌峰，从今天开始，以替补的身份正式加入我们射击队。来，欢迎你，教练。您总得给大家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进队了。是运动健将吗？ 参加过哪怕一次的大赛吗？是这样啊。杜凌峰呢，是借读于我们海雅大学。至于实力嘛，自己介绍一下。本事不是用话说的。我看你不服，要不比一比。 那天我就跟你说，让我试一下，说不定对我的印象有改观。偏不。海哥，再比。帮忙计时，没问题。很简单，就比一个动作。平衡动作。 就这个，试试。我刚才就是体验一下，正式来吧。来准备啊，开始。 闭眼。哟，小石，8秒9。你怎么发现的？他快发快中，瞬间反应很强。卸装备了啊！可一场比赛有一个半小时，定力不行，成绩就会一直下降。嗯。 成绩越来越好了吧？8秒，估计是味道影响了。嗯，再来，轻装上阵啊！准备，开始。哎。 你输了，来日方长。其实你比起常人来讲已经很不错了，但是在我们这种级别的射击队里面，你强于别人的一些天赋，不过就是块敲门砖。放心吧，张教，我这块砖呀比较硬了。嗯，相信你。先把鞋穿上吧。
今天也就是让你认识一下各位，慢慢适应吧。走，我带你了解一下场馆。你们训练吧。好。